人生不同意，北京是你爸，我还你一十万一生，杀就杀就来啊！几个包，几个包，几个二回，我来把你数完，发红手皮鞋。
那今年呢，以往的森波图书馆的表演都是大班生哦，以往的戏剧英文表演都是大班生，那今年呢我们选择了小班生。那小班的小朋友呢更是值得嘉奖，因为他们从八月还在适应九十十一短短的三个月三四个月，他们呢就能从一开始的可能不想跟爸爸妈妈分开，到后来的慢慢的适应学校，眼镜到后面他可以站在台前看着可能是外来的大朋友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面前做一个表演。那我们今年的表演他们是第一炮，马歇尔幼儿园第一个表演是第一炮，那他们都是很扎实的去练习，然后去做一些分享。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请爸爸妈妈待会一定不忘你们的掌声。好，那谢谢，我们敬请期待。开始有精神了哦，所以等一下呢，我会不定时的有奖征答，所以要记得要回答问题的话要怎么样？举手。答对了，那我们就开始喽。当平安夜的歌声响起，一个充满祝福的季节来临了。2000多年前，希律王为了保有自己的王位，不惜要杀害全国的小 baby， 所以国王要大家回乡报户口。
回乡的人太多人了，对不对？所以啊，他们已经晚上了，要怎样？要去找房子睡觉休息了，对不对？突然，玛丽亚，你怎么了？我的肚子很痛。然后呢？怎么了？现在要睡了。哦，亲爱的，你再等等那一下，我去帮你找睡觉的地方哦，哈。你帮我等一下可以吗？嗯。房间的唯一有的就只剩下这一间马槽了。我们是最聪明的人，要走遍全世界，找寻最伟大的事。好了，停哦，到这里停，因为我要来问问题了。刚刚你们有没有注意在看？有没有？我 mark 准吧。等一下，请你举手，快一点，我一定会叫你。请问第一个问题哦，刚刚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唯一只有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哪一个地方可以休息？还没数一二三，等一下，等一下。我走后面一点，我才看得到你。哦，要举手快一点的人才有。唯一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哦？一、二、三。哦，哥哥，你躲在那里，我还是看得到你，你真的很乱。请问他们唯一找到一个地方在哪里？对不对？他们刚刚唯一找到一个，博士，你最聪明。刚刚是找到马槽吗？是不是？博士，是不是找到马槽？对，对，好，那等一下哦，你要给哥哥一个小礼物哦。来，谢谢你。还有第二个问题哦，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等一下只要再问你们的哦，要唱歌了哦，好。独自下班，在家里待着，看电视，数纸牌，数零下在家里待着，看电视，数纸牌。好了，开始，太棒了，数完了，越来越厉害了。呀，哇，很棒，很好，做得很棒。数一下。注意听哦，因为跟歌词刚刚有关系哦。请问，他说他们刚刚在唱说，主的小孩，他们在做什么？
组的小孩大家都来做什么？一，你会哦，真的好、哦，那你要赶快哦。二，三，红红，有没有？没有人举手，真的就要换他了。旁哪里？哦，哪里？这边的小朋友吗？还是弯过来？我这样子看，可是人家他先的，等一下下一题再换后面的小朋友，好不好？来，组的小孩大家都来做什么？正确答案对不对、哦？大家都来赞美哦。好、哦，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博士要告诉你们什么好消息哦？出去，将你的爱散播出去，给更多
的人一起来分享，演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小孩祷告，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哦，等我一下下，我要来问问题哦。因为耶稣来了，对不对？很好哦，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